还没完。可以的。哦，天了。你一直忘记看右上角的时间表，没事啦。可以啦。等一下哦，嗯，我的自动添加先关掉，移除。探明鬼魂类型，购买物品，鬼彩盐，游玩合约。那两个人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他们感情很好我刚回来。哦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玩什么？叫错人了，想我了是不是？天叫哪！错人了，叫错人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你回来了，nice。你可以问他们，我很常叫错人。嗯，正常啊。叫错人了，等你输进来呀、啊，奶对，9月1号晚了，上对，好，我会再知道顶啊。值得 solo。没有啊，我说的不一定是不是，我说过我说的不是一号就一定会跑我，我只是越级而已。而且重点是那个卡我还没有做，所以今天我没有要抽，今天没有要抽，明天吧，我明天下午把那个卡做好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来抽一下。哦，蛋糕东西很酷啊！哎，为什么你那个东西啊？我不是全部添加了吗？哦，刚刚房间有卡到是不是？对，我在想说，哎，还是我来出十字架。先等。哎，等还没有出现，那我们先三个走兵。好啊。这是什么难度？临完时的了，难度吗？好像是10倍的那个无证据难度，哎，拆鬼了！边角料那个不是我自己玩的，哦，好。因为我今天有跑一场，然后就没时间了。哦，应该是哦，应该是日出。我真的碰到鬼的运气都不好啊。我后面又跟别人玩了一下，然后全部都是。几乎没都是那证种据鬼，没什么特征的，好惨！正常玩吗？然后靠你了，这是你的难度。没有没有，我不一定可以答得出来哦。没事，无证据吗？答什么？看，没还证，是可没以找证鬼据房吗？啊，无那证据。我问一下，找鬼房的话。而且不能跑哦！我听到东西声音了。对，这里在猴爪的那个附近，哦，卡位的卡，青色卡位帐篷这儿，晚上好，我没开麦啊，我没开麦啊，啊？我说你在没有说话哦。青色帐篷这儿。好，那子涵啊，你有说话，完全没听到。哈哈哈哈哈！青色帐篷，小对，的呢？黑卡的对。哦，所以是在外面。我丢东西。
肉丢。你们刚刚想说木头这边，两个晚上好啊，他又丢了，真的好像蛮像是在木头那边，他在木头那边，这里是八度，不是、哦、晚上好啊，这里有第二个十字架吗？啊、哦，我没带，我没带。第二个十字架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哎，骨头，骨头。好好好。不用放笔记，没有证据。哦，对耶，我在干嘛？骨头，骨头。我在这里。你跟我来做。太严了。这有没有超干的？怎么又不小心挑错了？啊？哎，等出现了。刚弄完东西。其实我其实也可以，我先开一下它。你出现了，没有？绝对全部都可以卡，因为我这个是全多点的。啊。海盐。还有一坨在哪里？这，我居然在那边。依然在那里。白雾哈，白雾哈是不是赤鬼山了？白雾飞到围栏外面了，笑死！理智64%咯，最后一个，60。边角料那个难度我玩不了，嗯，真的，没那么厉害。哎，吹了。哦，收到鬼音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59、55。反正现在比较低。我都没回，我几乎没回家。居然是家吗？现在48，繁星的。不是我说他。哦。没吹。他有收到，收到会扣吗？收到会扣，我都一样。对，我有收到声音，试试看。繁星41。40。39。42，你关电子啊？平均49。嗯。放东西。哎、欸，吐烟，他吐烟，韩魔。哎、欸，韩魔。哦，说完话。嗨，你好。还是你是烟鬼？你魂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有一个拍歪了。你是你魂吗、啊？哇，一个拍！哎，可恶，应该是我。没看到。跨博。他没看到灵球。没看到灵球是不是？
那应该就韩博吧，走了，不测了，韩博直接走了。韩博，韩博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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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怎么了？他刚刚开那个，应该是广播之类的，然后又把它关回去了。走吧，好了，韩博走了，好。安莫，哎，等我们好了。哎，等哇，三千六！哇，双胞胎啊！继续，哪个中了？谁中脸了？好，我改。我改，我改。大家一直连，你们都怎样？永远都是一样的。好的。我们两个就一直连，一直连，一直连，然后永远都是一样。对。笑死。永远的双胞胎。哎，感谢莫大叔订阅六个月。哎，昨天只是太好奇啊，是，然后发现那个好像怪怪的，我就没用了。99999因为那个倍数怪怪的，觉得怪怪，然后就觉得怪怪的，就没有用。我还没有换。哦耶！不是，你不要说9999啊，我听不懂啦。不是，所以这个倍率是什么？无证据。无证据不能跑。哎呀，消失了。消失了。不，回家，回家进去遛鬼就好了，对吧、啊？还怎么遛鬼不能跑？遛鬼啊，往那个转圈圈坐直，没办法跑啊，跑起来啊，就撒盐巴吗？没有，不可能，跑怎么遛得动啊？遛不动啊！你的一般人的一般走速是比鬼还要慢的，你知道吗？更何况鬼看着你的时候还要越来越快，你在搞你、啊，就只能遛得动。你就只能溜一次啊，一次机会啊，用三个、啊，三个点三次啊，一个人溜啊，要挺啊，要挺好来啊，没拿啦，忘记换的，没事，把它禁锢原地，我们有很多秒可以使用。找个鬼荒 ，EMF 暂时还是可以带的，找鬼荒。哎、欸，开门！哎，那你找到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带 EMF, 不是 EMF 吗？我没带 EMF。哇，没有人带 EMF 哦。但说没证据，我就直接就是带六鬼套装了。嗯，我来，我来。人头问证，没有诅咒物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就是四个灯笼进不起来。就玩来了 ，EF 来了。哪里啊？到底？走廊十三，他应该是玩厕所。来了来了，厕所。去拿盐巴。在厕所里面就对了。快点！啊，温度都差不多哎。灯开了。里面12度。我放外面。有脚印，有脚印。嗯、不，有踩过。我刚想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温度差不多。嗯嗯。外面是不是？丢东西。丢。可以，两个同时呢。不溜不溜不盖掉。串通什么？哎，没有。刚刚好像听到很多声音哎。你软魂哦？哎，为什么有办法可以听到软魂同时互动啊？我还是真的没办法。不，空听。空听就只能看你运气了。
看能不能听得到，那距离还是什么鬼？挺活跃的。有时候离得太远又听不到。厕所吧，厕所湿度哎、欸。降下去了吧？哦，里面采烟，没有采。又采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一个二型？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个是二型？哎、欸，喂、欸，又中了。一直玩的，一直爽。还中。嗯，我在厨房。没有看到你。哦，你怎么走到门口来了？你爸被踩掉了。又丢，又丢第二次。只有 Aiden 的为低一点，理智。啊哎、欸，干，切错装备，我要拍他，没拍到。刚才吹奈斯吗？啊，不知道、欸。我获得 A 杆，我获得 A 杆。刚吹到奈斯。然后呢？好像10%吧。10%吗？他现在多少？63、65。你刚刚记得多少？那10%没错。因为我记得之后我是80多，你们全部都70多。然后 A 杆、为什么完全没扣理智？哦，换你 bug 了哦，就是这张图的 bug。那个我看、哦、看啊 ，Aiden 是70%，我是最高的，你们两个是70多%。哎、欸，嗯，是赤鬼，为什么不是赤鬼？他不是白雾啊，哎、欸，他那个是透明型，没有20%，就是没有人形态的哈气、嗯。不是啊，他没有20%，他哈没有20%。确实。每次在记那个怎么心态？没有真实现身，不是、啊、没有真实现身，是白色的一团、欸。被卡掉，被吹掉，他说。啊！没相机，可恶。又拍不到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再继续看。做第二，做第二，愤怒。理智啊！我说我讲话。71%。我说话讲话，我也不理智吗？70%。你怎么还是70%呢？快过啊！抓到了 ，Aiden，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换你 bug 了，感谢阿贝的订阅。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56个月。哦，出了。我听不到他吹。不像怨灵哦。刚刚我放了2个都有被吹，再只吹1个而已。不像怨灵，不吹。快点吗？如何？嗯。
灯。哎，感谢可爱爸爸的揪团。你被打了。都好像很危险的感觉，我去看一下李子。让我讲话。叫你唱歌。哦哦哦哦。71%。你还在71哦？有点怪怪的。啊？相机呢？没，我没拿。完了，我是不是开了？是忘了关了。黑灯抓到了。谁那有相机？谁把相机拿走了？对啊，我不是我，为什么车上有一个被丢在地上的相机？抓到，是谁？好，你有一个人没有说话，应该就他了吧？什么东西？相机，我手上有一个啊。啊，对，刚刚是说谁丢在车上？我没有丢啊，我一直拿着啊，我没丢啊。相机给你，我的相机一直都是拿着的。车上的我不知道谁丢的，我看到地上有，就把它拿过来了。我都不拿相机的，这又没收到哎。64%，感觉不像恶魔了。玩点好玩的。嗯。我去躲起来打个指令。嗯。Game mode 一。哈哈。哪里？我一直吹，一直吹，吹两个，吹两个。小。可是我刚刚测的不像怨灵。欸，我总是那种玩点好玩的，所以我就放了三个。傻眼。欸，我都是在。怎么了？我蹲下就是会。会滑吗？会斜着走？会莫名卡到东西耶。你撞到人了。你前面有看不见的，我右前跟左后那好像有什么东西挡住。哦，昨天对，后面有人，他前面有人，他只能斜着走。我的理智完全没掉哎。对啊，你是不是有偷偷开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没有啦，我开的心胸铁道了。哇塞，抓到了！他们偷偷工伤。没错了，好玩游戏一直玩，你家游戏一直棒。嗯，还是回家啊？什么？怎么就回家了？怎么猜？啊，你有没有诅咒道具？也不能强制他猎杀、欸。等一次啊！我一次就不会掉了。等其他的理智啊。那我死掉。刚刚有听过收音器吗？有声音吗？讲话，普通讲话。普通讲话，我有收到。哦，有说过话了，对不对？那不太像摩托音了。我收到之后，你跟我说我的理智在70有没有卡在70，然后就笑。他是摩托音的。分理智吧，我觉得。你们蹲啊，我蹲不了，笑死，蹲的跟没蹲一样。你们两个已经在蹲了吗？我在车库。我去客厅了。关心跟奈斯都50以下了。关头灯呢？有关有关，那是表示一级的。46、49，那是也是一直没掉哎、欸。因为收音器 bug，
可能是手电筒，那也不对啊。那那是一直在50、49、50。平均是多少？平均49。53。把手电筒关了是不是？57？怎么越来越高了？有碰到48，是不是要把灯关掉比较好？你要掉理智的话是要关没错。Nice， 还是掉？刚关而已。平均44。一开始他还蛮活跃的吧，还不错啊，会玩门啊。但后面好像没有什么活跃，对不对？还好哎、欸，踩还是会踩脚印，对吧？踩盐巴什么的。踩盐巴不算啊。哦，玩灯玩相框，都还是会动，是不是？嗯哼。裂了。43。糖素，他在哭。是不是该给他看一下啊？啊，为什么？鬼，就是，哎、欸，对，脚不好，鬼音吗？啊，下地下室过后，我就听不到脚步声了，应该是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刚刚电筒闪的一瞬间才听到脚步。还没吧？啊，还没有。啊。可能我蹲下就一定会卡到东西。不是有点。我们吵是吗？我很小的哦，他在隔壁耶，听到烧声响的声音。你刚才讲话，我想说把他叫过来，让窗外的看一下样子。也是看人啊，对啊，想说他们应该在，哎，他们没在窗外看，没有，我们在车上看。小时候看样子，觉得有点像鬼音。海北25。生物。生物，我这里叫。我靠！卡到了。为什么你的游戏比较特别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自己玩。然后今天我自己开房玩的时候，我也没问题耶。所以是瑞哥吗？可能我是连你那边。而且你这动作好猥亵。什么东西？一直都蹲上蹲下，看起来好猥亵啊！在做正宝，在深蹲做正宝。到底？是吗？No. 是这个还是那个？有接到25了。有了，好诶，走吗？你先出去吧，那个妹子，最可爱的那个，出去吧。那一定就是你的。最可爱萌的那个吗？嗯，那一定就是翻新了。宁愿死在那边也不出去了。那给你这个啊。我这里拉队友一起死，只要开电子设备，那鬼就过来了。有吗？捡到啊？还是你身上有了？
哈什么？有给你捡啊，冰箱我有啊，我有。哦，来了哎、欸，好妖啊，快躲啊！挺快啊！你们现在客厅很亮，我觉得不像鬼音哎、欸。怪了，听得到声音啊，不是妖怪。我觉得很破、欸。我觉得是魂魄哎、欸，不像鬼音。魂魄，那就猜呗。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就猜呗。相信老师。妈咪，没有老师。相信女人的第六感。并没有。相信镜子老师。没有。忐忑安安，梦魇，梦魇，哦，完了，被骗，被骗，真的是被骗哎、欸！一个不早猎的早猎鬼，对，一条一条一条，跳啊！我早上也是打梦，这是有条安人打超梦，打了两个小时，不行跑去睡觉，晚上才打的，六点三七。良心，良心镜子，可以的。不要相信，不是，只是那只鬼不按牌理出牌，不是镜子的错。没错，那你千错万错都是那只鬼的错。也不跟我们玩关灯游戏，气死！有是有关过灯，但次数不多，好像就一次而已，好像。一两次啦，不多。他鬼魂事件的时候都有关灯，就是就没有玩开关灯啊。嗯。那我不拿相机了，我要拿点什么东西？运动传感器。下雨。头灯啊，不知道，你要找，他没显示。哦，没显示，所以没显示。对啊，都忘了。还行。可爱的棉被猫安安，最可爱的那个。哇哦！哇哦！这头灯。哇哦！晚上客厅没得躲，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就忘了。被这个荧幕给挡住啊！笑死！我看到一很大一个荧幕的影子在我前面。更加开始。好。嗯。我是拿什么？温度计。哦。十度，是下雨吗？下雨。是。啊。这魔镜。在外面也在下雨，很真实。对，晚八点九，我们带 AR。通灵板。关下头灯好。没看到英雄啊？找到鬼房了吗？没有。不是佛祖，不是，难道是娃娃？马上。温度都很卡到安静。我丢东西，丢东西，客厅有土豪烟了。餐桌啊，对不起。啊，没事。完门，完门。没有，没指纹。用一下通灵盒。身份证。是猴爪，不是塔罗牌，我是音乐盒，哦，通灵板，没有通灵板的房间我也没看到，召唤咒我没看到啊，
关正在楼上吗？对啊，我刚刚有先去绕上去看。哦，银、哦、河在这里了，他银河换位置嘞。银河在这里耶。以前是？以前在这里啊，在电话这里啊。那、啊、现在在哪里？柜子上。他在那个楼梯下面的柜子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银河一直都在柜子上啊。居然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是看？等下、哦，我放个。他也是桌子上。记错了。呀。哦。不对，是桌子。鬼吹灭火光。我记得以前没有。彩岩。我记得不是柜子，我以前记得是旁边这个小箱子。我不记得。嗯。他彩岩的之魅。哎、欸，通灵盒！哎、欸，通灵盒，通灵盒，那你蹲一下。好的。一有灯的地方，是有灯的地方，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有好好记得。我想说，我找不到，我不知道记得，我不知道这一边的灯在哪里。我去采盐的。六七七十六七六七六六六九六八六九。六五，嗯，不像，我都也不像，没看到灵修。哦，他有在工具间丢东西耶。What？ 城门员。妙事鬼。哈气。你在测五营是不是？对啊。Elderly bed. 哎，繁星到48了耶！这么快啊？还其他的呢？你比 Adam 低一点。我才一点哦。有人要拍照吗？啊哈。Rebecca。他没有咳嗽。镜子要来拍照吗？他也不是咳嗽的鬼。他做什么东西？刀灵梦魇，妖怪怨灵。哎，多多安安，有人被哈了，哈哈、啊！我忘了，我忘了没有相机，我没想到拿相机拍他了。还好没事，意外没有发生。我想说是没有，我就想说撤换景的，可是没有拿到相机，吐完，亏，我已经丢下来了。哦哇，我的。看一下药吧，反正也喝一下。哪边能躲啊？找。楼下没看到。楼上柜子。嗯，哦，楼上柜子可以躲。哎，会躲那个屏风吗？嗯，我跟镜子曾经在屏风那边死掉过。啊、哦，好。不像怨灵哦。我再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初始化了，他把我抓死了。啊！你断线？对。哇！原地消失哇！
我直接被鬼抓走了。你怎么飞了，繁星？哇！繁星，你怎么凉了，繁星？直接灭霸挥手指，真的哎，我直接点开，怎么样？你几岁的时候？想说我测到了吗？啊，不见了，原来我死了。你怎么没了？我是看着繁星在我面前直接消失。那画面真的很好看。我也有看到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个相机是浮空的啊？就该繁星身上有相机吧？他手上拿了不同礼盒吗？刚刚他身上有相机，然后可能吧之类的，我不知道。进去都拿真鬼了。那他东西全部掉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就喷在那边的，超搞笑。进去蹲鬼呗。只想听你的咳嗽声而已，就这样子过分。他不是咳嗽声，可啊，这样吗？他是喘气。要怎么躲？要怎么躲？哦。我之前是躲这里的，哇靠！我被你吓死！哇靠！你怎么在这里？他在我想要躲的地方前面前呢，我这样我会死的。没礼貌。刚说，可以躲这里的不大，他还没出现。他直接原地问你， oh. 你是不是想躲这里啊？那三个房间那边，你说哪边可以躲？楼上可以躲，三个房间没看到。那走啊，一起走啊。等我拿得到。平均五十米线啊。这么快的吗？我拿了一罐盐。对，我也拿了一罐盐，驱魔用。啊，你们两个进去，那我就不进了。去哪里？二楼还是？二楼可以躲。来，先放一坨烟的。破烧灵梦魇妖怪。还是想要六条？敲玻璃。你要六他吗？有东西需要六吗？啊，不需要。有可能是幻影啊，不对，有可能是雾影啊。雾影啊，你们自己仔细听你。现在剩下的会快的就只是雾影。没有啊，速度影响了，还有一个软回呢。雾影它不是，它是快到慢啊。对，我说很快的，就是一开始很快的。超44吧。是吧？那不是梦魇吗？敢上一场梦魇骗了我们嘞、欸？没有哎、欸，那个不对，刚刚到底灯是开着还是关着？我不知道。他烧失效了，没错。烧这个位置。我觉得应该灯还是开着的，应该不是梦魇。没，他没关电闸。然后，那应该是没有关灯，开着灯的情况下，那应该也不是雾影了。嗯，你又是谁？等一下，还蛮快的。嗯，怎么还蛮快？我在看繁星那边。我的妈！是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你觉得？听起来蛮快的。什么摩洛伊苍蝇？我觉得不像啊。看你要专心去看你们那边的白痴。我们这里还有还有加速吗？有加速叫摩洛伊。我听起来是有加速啊，好、oh. ，可是我们这里还没开裂啊，所以我是听你的。哦，傻眼，这两个人。我想说，哦，你们那边脚步加速，就来听我这边的白痴。笑死。
放这什么还蛮快的，明明就没听到烧啊，烧了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隔壁就一个人讲。梦魇，我是梦魇。可恶、哦！被骗了，你是来搞我？又被骗了。对啊。哦不。就这样按，快手按按。没有，刚被鬼抓走了，现在单机乱玩，陪等他们。那、啊、你这个敲玻璃耶，死都不裂。我、哦、最怕的是我进去拔那个十字架的话，马上吗？哎，烧了！又烧，哭啊！再开个灯。OK。趁还有一次的十字架被我拔走了。啊、还有一次的十字架被我拔走了。店长给关了呀！噔噔，店长是楼下吗？楼下，工具房。那没办法，裂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这边也裂了。糖素。好慢哦。我应该看不到了，他好像上楼了。会加速。没什么变化。长树鬼，长树鬼！啊，他很慢，后面慢慢加速是什么？那是没证据的嘛？结束了。啊，有什么鬼？很慢，很慢，也不是很慢，长树就后面变快的、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算了，走很慢。但没有他常速啊，后面应该是盯到他啦，看到越来越快，还是变了。繁星说他自己的，我猜繁星跟月灵。你觉得我们这边是什么？讲我没怎么听得到哎。女妖。我很难听。我听是常速、哎。妖怪啦，妖怪。月灵。哎。我就不是软魂，不是雾影，然后。该摩洛伊也没有，哎、欸，不是摩洛伊，有射过摩洛伊吗？摩洛伊不是，摩洛伊不是，是不是？我这也是魂魄妖怪烧，哎、欸，幻影。OK， 再一场。有丢什么？哦，好像也还好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刚看的还好，所以我才没有算，我才把三零烧零换了。嗯，随便啦、啊，拆完就走了呗。魂魄幻影吧。啊、哦！遇事不决，魂魄啊，冲啊！哦，禁止这里，稍微的，稍微的。喂，不是我的钱呢、欸？这不花钱啊？不是我的钱呢、欸？那三级不花钱啊？他一样，那是他买的哎、欸。耶、yeah, ，中了！什么魂魄？这十字架可以升了。烂。乱抓人，哇，两万块，没礼貌，没礼貌，对啊，两万块，我靠，会赏伤，出来，鬼魂出来，现在就等繁星回来了。哦，喜欢玩球、哦，猜女妖然后走人，啊，没有，我昨天很气。我已经猜到，因为这个章嘛，三个证据加一个鬼音嘛，又十一倍，结果我都已经猜到了，就忘记选。妖，哎，好啦女妖啦，你了。哎，那你被关门，我要走了说。还想走啊？想走啊？哎，好，寒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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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鬼，寒魔，他涂烟了。他涂烟了，涂烟了，涂烟了。好喂，送分咯，上头咯、免费的钱好免费的，上头咯，我来了，老师，好想你们哦，没有老师，有没有老师，有没有老师，与你胡说，没有老师，因为你我才会认这些证据的，没有，我不是老师，有禁止老师，嗯。不是老师。哎、欸，我一百等的啊，我要去拿转身啊。嗯，转身
去找一辆卡车，给他撞一下是不是。你可能需要一个史莱姆。哎，我有空我就讲一下他怎么转身的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。Welcome back. I'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真忘。不是会问你要不要转身？不是应该会个蓝色的天使？哎、欸，有，找到了。那个右上角啊，有个声望点下去。哦。现在换成什么？是。Now get investigating, investigator. 然后东西要重买，对不对？对，变一等，调查员变成一等了，全部变成一级，然后你钱也会清空，对，啊，买过的存货都没了，对，都会没，哭吗？从零开始，我们要那么多钱干嘛？然后我看着大佬他已经看几转？14。我昨天看了一个已经19哎、欸，好扯哦，他们只是一两个星期就19转。你看 DC， 好，哦，好，再看一次，对。哦，这个我也知道。对啊。不要再拉我走咯，好不好？辣椒椒。强制带走。头灯。辣椒椒。那只鬼表示打不过，找灭吧。放弃。为什么？他觉得太吵了。他一直说要问几次啦，问女生几岁没礼貌，哎呦我店长开咯。好的，我找到了骨头八十，两个都可以卡。猴爪吗？是猴爪。到最近的任务了，感觉不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好、哦、没拍到哦，嗯。我看，互动一，没事，你很棒了。毛哥在里面，这是营地里面的吧？外丢出来的，不是赤鬼，为什么？哈死他！哦，他有哈哦。嗯，有啊，他哈我，没听到。他直接在我脸上哈，超扯的。我就觉得啊，这个点阵这样子也是有点厉害啊。我就觉得那个烧一下点阵还可以活着、欸。不是，可以啦。先不论烧啊，他凭空啊。啊，我看他粘在那个上面呢、欸。我看的是凭空的。可以啦，果然是高科技啊！真的哎，爱吧不？那另外一边也要？没反应。小二三，哎，还有丢过东西这里。红帐篷。红帐篷吗？外面红帐篷外面，放丢血了吗？他丢血，丢而已。因为他一开始是在这里走出来的，没错。5.9，七度不会是里面的？8.2，很低。八，6.5。他一开始哈，我是从这里走出来的，没错。6.6。吐烟，对，吐烟。放过去。对，外面吐烟。好。有一罐烟浪费了。我拿第二罐。到外面。
有什么信吗？里面踩了没有？怎的？哦，哈，里面踩了没浪费、欸？怎的？不是，这鬼是什么意思？红灯在哪里啊？找不到，真的、欸。A 的理智好低哦，我就一直看哈你，就是一直看金龟。证据还不知道对不对？没错。嗯，这是好公司的。雷雨啊，好吵哦！看一下啊、哦，没看到零九，零九我是真的没看到。温度也不像会降到零下。运动感测器，来了来了。平均四六四二，哎、欸，猎杀，猎杀，哎、欸，很快，很快，很快！各位再见了，寒魔，寒魔，他是寒麻，是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关电闸，没关电闸，哎、欸，还、啊、是我吐烟哦，好吧？你怎么 double Q 了？就我，他在营地外围追反，自己在营地，我在营地内里面呢、啊。他直接穿墙、欸。那是你有看你字吗？那是四十几，刚刚四十几，四十六。我听一言是四十六。那很快、欸。哇！他脚步很快。对。我只听到他喘气，现在哦，他在你面前。要吵哦。太大声了啦！先生，照片有拍到吗？有啊，我也拍到、啊。你知道结束了没？我照片有拍到啊，可是我没有证据啊。好，这照片只能证明他不是幻影。我看一下哦。很快，我刚刚听到速度很快。可是绕这一圈没电器产品啊。刚才是没有外围，对啊，缺口这里没有电器厂，大灯，差一，反正烧了，我的天，竟然是啊！哦，什么东西？怎么可以升那么远？还要逃命？真的假的？对。你也进来了吗，奈斯？嗯，还没。我是进去很危险的。哇靠！哇哦！哇哦！我听得到哎，他一直开。又伤。又伤了。看到镜子了，哎。不要看。老师。我来，我来了。我好冷哦。我们进来陪老师。不会啦，不会。我被卡了两次哎。来帮忙听，有毛病吧？这么爱哈、喔？第三，哎常数哎很慢哎、欸，超慢哎、欸，距离没有亡魂吗？哦对耶，哦正常数正常数，正常加速亡魂，哦就刚刚会看这么快，该超快啊，他杀我跟蓝鲸都超快。亡魂吗？亡魂吧，没有亡魂。亡魂一开始应该算慢的才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亡魂一开始应该要很慢才对啊。对。哦。这个也不算亡魂啊。还有什么是动作加速？会不会是距离魂吗？可是刚才没有电子设备嘛吧？对，最后的电子设备是这个啊，这个。这个是我身上掉出来的哦，这个。没有那个
那个得运动。营地不是很多电子设备吗？可是缺口这部分，哎，不对啊！可是他刚刚，哎，雷魂是猎，刚啊，那刚刚移动为什么没有加速啊？这边也很多啊，就是镜子附近不是很多电子设备啊？刚刚听起来不是雷魂，不是雷魂，对啊，那是谁？寒魔？可是没有破坏电闸，电闸。出来看问题机，又来了。不是雷魂啊，他没加速。对啊。还踩到烟呢，不是鬼影啊。他闪烁速度很快耶。啊？赤鬼神跟什么闪烁很快啊？赤鬼跟哪只鬼？就赤鬼很快而已。哦，可是他开始哈我20%。哎呦，又谢谢。镜子他在看你，他在帐篷外面盯着你。对啊，他不可能是赤鬼啊，他刚刚在白玉华器呢。对，对啊，可是他闪烁蛮快的。你魂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再等一下吧。镜子，虽然我没看到灵球。DC。他在盯着你，他就在帐篷里面了。不要。I'm watching you. No. And oh no. 嗯。他身都是身在萤那个呢，萤火圈圈边边呢。不是你在听，你在让他练三一两次，我大概就知道了。来吧，奈斯。那了。再听一两次脚步了，他又烧，他在烧里面这个了。你有没有补给？哦。啊，这样有没有好糟了？没有女魂呢。会加速的巨灵，可是巨灵追到玩家不是会？变回正常速，他可能看你看很久。哈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两个人好可怕，哪里可怕了？我们现在是魂魄，我们不是人。对啊，我是小精灵。他兔子娃娃都丢过来了，带走。他丢东西哦。没加速啊！这个要再卡一次帐篷吗？不用卡了。考你。啊。好，结束。因为他那个该杀我们的速度是真的是快到很像雷魂的那种感觉。这个烧烂了。还没欸，这还没烧烂欸。他差一次吧，应该。对对对，因为最上面那个头会变得很细。哦，跟这个看这个知道。这个也还没啊。这个还没有。对。哦，他是被泥土盖着这个。那我的角度是他掉进泥土里面，可是其实烧掉了。他盖真的超快，对啊，超级快啊，快得很快。也不是换腰啊，他没换形态啊。那给 EMF 不是预定。刚才听你知道脚步声吗？金子，那也不是鬼音。鸾魂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！烧了，烧了，烧了！室友，你看，就是变那么那个头。哦。没有啊。一样欸，那这根、個、一样啊，这根、個、也烧光了、喔。变全白。哇，没了，没人可以救你了。
巨灵吗？也不是不可能是巨，也是有可能是巨灵的。啊，不会是暗影？让你集中猎杀方法是不？脸上猎杀。欸、有哎、欸，很快哎、欸，看到你的加速、欸，巨灵了吧？巨灵了吧？镜子，好香啊，镜子！滚出！好香啊！滚蛋！也是录这个声音。难听啊。嗯。哦，这次还要继续躲。嗯，我在看魂魄。好。嗯嗯。因为我这边就只剩魂魄巨灵而已。如果不是鬼婴。我刚听起来不太像鬼婴啊，但是我不确定。你的周边两个护法。左右护法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杀毁了。这两个男人到底在干嘛？我们在鬼言鬼语啊，然后沟通鬼的语言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中间一个二白虎，不是一个中间一只米老鼠吗？一分半呢，太好笑。哎、欸，哦，所以是猎杀那时候用熏香就开始算了，还是？啊，对，熏香开始烧的时候开始算。啊，如果是没有猎杀的时候用也算吗？也是烧到它的话就算。哦，烧到它就算。是结束猎杀后开始吗？啊，烧的那一刻开始。哦、所以他刚开始烧就开始计算那个是180秒。啊，是。好。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。我是说你这个姿势。嗯。妖娆。妖娆。不是啊。屁股翘起来。翘屁嫩臀，哇！哇哦！对吧？哎、欸，猎杀，猎杀，不是魂魄，那就巨灵啊！他根本就知道你在这里吧？我在欲擒故纵吧？喂喂喂！哎呦呦呦！你这样子搞我会不会死啊？没有，他在。哇！我这边走哎。哎、欸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哎、欸，我暗逼他真的往我这边走哎。好喂。好喂。好喂，没钱。好喂。走了。走啊。巨灵，一二三，我二二三，我多一个每日任务。哇，他有两次能力耶！几次能力？五次。我没有看，我没有什么回去看过那个李斯面板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会扣烂的那个李斯，真的哎。扣烂。顶灵大佬啊！看一眼就知道是巨灵，太厉害了。确实。Alright, we're here. Take a look at the
哦，在。啊！啊！破神了！怎么了？啊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我看到骨头了。哦，哦，我看到了。好大一个！你也看到胸腔。可以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听到康的声音啊？东西吗？有，我到这里。哎、欸，很活跃哦，很活跃哦。哇，很多很多车库可以躲两个。我去开电闸，我去地下室。地下室电闸。嗯，我去开。很活跃哦，先往赤鬼刹耶烧灵响。你是厨房吗？有温度计。啊，在我手上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好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我信了，我都给吓了，我通灵还没反应。嗯。啊？哎、欸。门。对，这个门，开一下哦。好，有拍到。有抓线吗？没有。又玩又玩。这个，等一下拍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可、欸、以，好，有了，拍了。它很活跃。游荡范围，游荡范围很大，又很活跃。海盐、水、那紫光，没有。紫外线没有，风铃盒没有。灵球有吗？没看到。我刚也是没看到。再看一次。想，就不能躲。没看到。没看到，有彩吗？有彩，还是没有脚印？左方那边还在哈，那个还是还有涂白烟吗？有啊，有，没有看到灵球，那应该没有灵球。九度，比基寒温，1.6，点八。先开灯。又降了。哎、欸，这你有被哈过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。为什么你的理智这么低？这么低吗？因为我一直在鬼房。你跟那一次差不多吧。我没走。好，我去。我有。在我刚刚有一段时间在有灯的地方，电闸二，有关，不是巨灵，有关的。啊对，给你要。那我这里放，把这一面放着。你跟其他人差了15%左右，是有灵吗？可是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啊，0.8，0.8，没有听到关门，没有听到关门，然后也没哈气。0.2，0.2，有没有机会？-0.2啊！看到了。
幽灵。死鬼。软魂。灵魂。摩洛伊。给那个就不是摩洛伊了。对啊，我知道，我再划掉。然后他那么活跃，暗影不会，他很像刺骨。嗯，我也觉得很像刺鬼。对啊，我刚有说啊，先往刺鬼差耶烧灵去怀疑，现在只剩刺鬼了，可是他到现在都没爬过去耶。嗯，谢喽。你没看到灵球啊？说会不会是你一个？没有错。捕获鬼魂照片。啊，相机。哇酷啊！这样，哦，原来它是这样啊！什么东西？就是我调那个声音感测的话，嗯，它现在是一个扇形。哦，我知道这个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扇形，那第三个是什么？就是你这样，你看在看到这样子吗？你按一次会变扇形，你再按你。你怎么烧掉了？白痴哦、喔！为什么？谁在乱点我手上的？谁？谁？是谁？谁？我没有点嘞、欸。但是，就第一个是圆形，第二个扇形，第三个是左右扇形。哦，看他那个棒子朝哪边？一定是 A 等，那 A 等反应听起来就是他。听起来就是 A 等的反应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扇形。点圣，就我的圣木吗？不是我点的啊。我没拿刀啊，也只能是，要么是你，要么是他自己点的、啊，因为那次不在啊。我拿着我声音感测，我怎么点？我刚我身上也没打火机啊。我有，但是我在看，我在看荧幕，但是我没有动火的滑鼠左右键。好、啊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鬼上车了、哦，是不是七月了？好奇怪，大家在关电闸吗？车库能躲吗？能，我记得能。哎，关电闸哎、欸！走漏！哎呦，垮下来了！啊，拆墙！哎，画！画倒了！哎、嗯，是开电闸的话，我开，帮我弄一下那声音感测。我刚听到关门是自己，那是我关的。弄哪里？声音感测，把它弄到圆形的。圆形叉叉吗？完门叉叉嘿，对，好了，好，皮蛋豆腐汤安安又完门，为什么？大灯，哎，没拍到哦，没事，可惜，没换你啊，其实 OK， 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，我没有任务啊，有任务要拍啊，哦，一灯哦，保险的，他现在都没有哈气耶，这个炸灯是第一次现身。没有错，前面都不现身，好奇怪，真的好奇怪。嗯，你好奇怪，为什么门全部都打开了？你好奇怪，你要不要吹蜡烛？
诅咒是什么？欧爪。欧爪。咦？挂电闸。好。你好奇怪，你要不要 blow the candle？ 吹蜡烛啊 ！Andrew Phillips， blow the candle。哎，他这个吹的也是咯。有。不像怨灵哎。嗯，五十七，六十七，我要去蹲理智了。不像恶魔。三个有速度影响，只能祈祷他是其中一只了。挺爱玩门的 ，Masaka 真的是幽灵。在厨房。啊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在车库会吐烟？马萨嘎，马萨嘎，萨嘎。哎，说真的，他这么爱关电闸，有机会是寒魔哎。哎，三度哎，你怎么想？哇靠！马萨嘎一度了。马萨嘎，我先准备好我的圣箱，看我来不来得及。给你玩，干嘛？不要，你笑哦。平均五十以下的，好，不像早恋。嗯，确实也没有五十六、五十四，确实没早恋鬼了。这里全部都五十列。哎、欸，你这么勇，我在餐厅也在吐烟，太奇怪了吧？有可能是换。哎、欸，烧了，你可以出来了吗？哦，我出来干嘛？我说鬼啦，对不起。哦。你如果想让他裂，就把那个十字架收起来啊。有啊，在弄了。不是有两个十字架吗？因为它平均有时候会跳到五十度，没有，其实不像怨灵，其他全部我这里剩下五个，全部都是五十八斤猎杀的。哎、欸，很快很快很快，我很快很快，怎么知道啊？变慢了。他刚看到我，哎、欸，他刚没看到我，我不知道、欸，哎，我有拍他照片，现在我离开他了，听不到，哎、欸，没拍他鬼照片，妈、啊，算了，不像了，好像有变慢，要么亡魂，要么寒魔，好像结束了，结束了吗？没听到脚步，不行喽。然后想拍他，我这里剩亡魂跟寒魔。如果他有看到你的话，那亡魂还不能撇。没有，一开始没有。你上说很快很快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没有跟他对到视线。那应该是寒魔。寒魔的几率比较高。寒魔。今天还是雨天，温度不会高，不会太高。哎，他消失的时候拍下去的啦。
你可以继续再拍多几次看看。我看看，那我会死欸。没烟了，等到我熏香。这可以拿到新的盐。我没有手了。这是鬼魂事件吧？炸灯，就是炸车库的灯。你不要过来啊，我又在吐烟的啦。我拍到了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哦，我要去尿尿了。举杯。水喝太多了。哎，听声音，听雨的声音，听雨哭的声音。哒哒，不会唱了，歌词忘记了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他怎么还不立？不是的 ，ID 开始。你怎么不立？你这样子，我怎么敢出去啦？时间又过了很久，然后他这又不练，我的理智已经零了吧？零很久了啊，零很久了。对啊，我已经零了，你到底要不要练的？有病吧？那确实不喜欢猎杀的鬼，对啊，他不喜欢猎杀。他，嗯，啊，烧了，烧了，那我直接走吧。贪毒是吧？贪毒，贪毒的。贪么？回来了。哎，贪么？哎，贪么？怎么知道的？最后怎么知道的？没有，他刚刚不猎杀我，跑出来了。不猎杀你？我们是以上一次猎杀来判断，就他这样。哦。所以寒魔，对不起。这粉色真的不是我烧的。走了。再寒魔呗。好。哎、欸，晶晶安安，感谢晶晶揪团，我刚去尿尿，对不起。是另外一位晶晶，是以前的一个朋友。没事。哎，晶晶，好久不见。差一点就损失一等了。料料仔啊，刚好去料料啊！感谢晶晶救团，等一下哦。哎呦，想看你玩这个，所以来了啊！我就去，我追随时要打错指令的北西啊啊！那个各位不要追这个，这个我不认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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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不要追这个人哦，这个我不认识哦。他们当时5000块。我说那延伸级。啊，各位啊，打错了，没有，上次忘记谁揪过来，打错4次，第5次才成功。S H O U T O， 我们现在玩这个模式是一个证据。就是有点自虐，但是就是这样子玩推理的，我觉得比较好玩。最难的不是最难的，有这是自定，您必须在1分07秒后才能再次推荐啊，晶晶，1分钟后再留下一下啦。
先留下来啊，先不要走啦。这个是我们就是只会一个证据，然后开始去找。嗯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那小明问粉丝的徽章代表什么？一绘图准身。可以了。哎，各位回头，头灯没拿。啊！啊！啊！这我拿不拿没差，我直接带手电筒。必要？那你就不要拿了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浪费手去拿手电筒？没啊，对不起，觉得我的头比较给力。什么鬼？不是音乐盒，头比较硬硬。硬气在哪里？怪怪的。电闸在阁楼开了。啊，阁楼。对，在二楼。哦，我听成阁楼，我想说这没有阁楼吧？嘿、hey、，girl， 哦，对不起，哦，你说三间的那个？对呀、啊，我们玩那一关的时候，常常谁把我们关了？常常都在阁楼当鬼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看来是 A 的。啊，又是你，刚刚是到底是不是你烧的？不是我啦，我就没带火机，怎么烧？笑死！我用意念在烧，是不是？没有错啦。好像都不在楼上哎、欸，温度都15以上。你是超人大佬哎、欸，你可以远距离操控一切。真的、欸、想想你第一场，你第一场你是还完全不降哎、欸。哇塞，大佬哎、欸！不要瞎掰好吗？不要瞎掰，没有瞎掰。帮忙打吗？我在说实话。好啊。还是其实 A 的会自己吐，好像在三间房哦。我吐个屁呀、啊，吐我！三间房。对，因为楼下。对对对对对。这里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洗衣房11度了，10度了，有机会哦。洗衣房。对。哦，杂物间了。哦，这是。哦，哦，对不起。还有洗衣机，原来这是杂物哦，对不起。来就洗衣房也没问，没有错、啊。这车其他的，21度。难么么在干那里？没反应。要测多久？没有、啊，就是有测到就开始推啊。有时候运气会好。偷东西耶。他给我这个瓶子。哦，我这边。嗯。我想说，我听到滴，然后我没看到东西。八点一。有丢。还有碰一次吗？没有。同一个，同一个，同一个。我还碰一次。没有哎、欸，哦。我小时候他位置还在那里。完的，我又把完美搞废了。啊，有了，有了。再见了，完美，你就完美的离开吧。完美超人，我们不配。啊，我离开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吹火光，翻身离开，祝你离开。好像怪怪的。哦、我现在是加厚然后挂，就三级，对吧、啊？你怎么转身就走掉了？我的花束嘞 ？A 等不完美呢，我没有完美啊，本来就没有完美过。我是个有缺陷的人。后来在公告死掉了。啊！越讲越奇怪了。还没采烟呢。马萨卡，我放那个了。哦，因为那感这些已经放了。嗯，我放了。那就只能等等看。温度计呢？看到11.5。嗯。哎、欸，不像吗？可是这附近都20几度哎、欸。U 踹踹，真的哎？为啥、啊？对啊，
哪一个去找？要去找？感觉，感觉应该要啊。好像在走廊哎、欸。平均60、57。ヤバい。怎么了？不对，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听到那个李智的那个声音，让我有点ヤバい。寿命快到喽！看一下，有要降25的没有？找鬼找鬼！哎，这不是他开的吗？这里哦。换了，换到这了。哎、欸，他玩那个。哦，烦欸，等我，2222。换出来啊？对，换到那个客厅了。哇，挺牛。有拿新的烟。哎呀，哎，哎。要这么狠的吗？怎么狠？重点是我们有三个人在那边的，问题是被炸掉了耶。五 ，EMF 五吗？对，没有梦魇。打火机，用完什么完全看不出来。打火机。哦，应该是他现行之后五，然后什么都看不到。海岩呢？背影不是。有关过电闸吗？没有。没，目前没。我先发个 EMF。一个早裂，一个晚裂。刺鬼不像哎，那么花气。关灯，他关灯了。嗯，65。多么有礼貌啊！我那么低。相机。哪尼这也不能躲、哦啊、我没相机了，哪边可以躲、啊、这地图其实躲点我不太知道、欸、我也很不熟、欸啊、我也不熟，因为我其实很少玩这个洗衣房。洗衣房太靠近鬼房了吧，哑巴。然后这冰箱这里勉强可以躲啊，这里那个这是勉强的躲点，
里面的电房，电房里面可以躲在，哎呦，棉被旁边。哈气哈气，哎、欸、不是，哇、哦、炸灯炸灯，把这个这里这里啊，炸完没有扣理智，为啥？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在这一间。哦，刚好走掉。那我说怎么嘻嘻哈哈玩着之后没有扣理智，太奇怪了，好奇怪。哎、欸，关键咋了呢？你要不要？关键咋？关键咋？看一下。OK， 巨灵先删了。嗯，他关过一次。感觉不太像暗影。关门，这么长炸灯，可是没有梦魇，傻眼。好，他在玩广播。哦哦哦！哎，40多%哦。猎杀吗？对，猎杀猎杀。长速长速，哎、欸，不对耶。长速长速。靠，我那广播声音太大声了。哪一个？我刚刚想关掉。这个、哦。哎、欸，这是猎杀吗？不是吧？怎么就结束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是不是。不是猎杀。我看到门都没关过。没有，我刚好看到关。啊反正一下，真的裂了吧？这是，哎、欸，很快很快。那我看到你吗？有。OK， 那就不确定。我现在没看到，我现在没看到了。好像没有降过它速度，软魂吗？我听不到了。没了。下楼。他很快很快。他在楼梯口猎杀欸，我这边是暖魂跟雷魂，我觉得因为他的速度一直都很快，可是这边附近确实都有电子设备。可是楼上，嗯，我不知道，我上楼的时候才烧熏香的。我听到上楼下楼之后那个速度都是一样的，但是门口有一个奈斯的电子设备 啊，那我可以讲一下，刚刚他冲到二楼的时候应该没电子设备啦，那时候速度其实也蛮快的。没有，他的那个速度其实不是马上就取消的，哦、马上就结束的，好吧，他是可能好，应该可能过两三秒之后他才会恢复。好吧。对对对 对。有人在搞奈斯。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暖盆欸，再进去听一下看看呗。没有阻止到欸，对呀、啊。完美超人，你怎么想？完美超人，已经很久没讲话了。完美超人，已经快睡死了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至于。哎、啊、不，完美超人，救救我们！完美超人，拍错一张照，连照片都不拍了。那我把这个放这边，所以感测器放入口嘛，要放二楼，就是麦克风啦，听得到啊，就是，那还开灯欸，还关灯，好啦，我进去，不对，他还是开，是要开电闸、啊，好，你们电闸有去开过吗？刚才有关不是吗？那感觉好像是把开了电灯就把它关起来，因为我听到卡的声音，然后我转头看是亮的，然后我亲眼看着它按下去。我也是看它按下去。对，第二次肯定是关电闸吧？吗？好像不是。你点一下是吧？喵。门左边点一下就有了。嗯。现在没关啊，没关，我在里面。
What the fuck? Hello?很远。他跟你，他用那个摇椅来跟你 say hello。嗯，到了，到了，45，到了、哦，总觉得像乱炖。25秒。又烧吗？又烧了。嗯，烧了。没有恶魔，所以其实也不用算。没有，我要给自己25秒时间，压力很大。好哦。咚咚咚咚咚咚，不对啊 ，Adam 应该进来啊！啊，你快睡着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关了。他唱歌吗？这是？是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听到好像是常数哎、欸。常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有一点点快，但不是到很快，比刚刚还要慢，应该是软魂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了，可是比普，我听到的是比普通快一点点，但没有快很多。我回来了，我出来了。我刚刚体感他追我的感觉啦，第一次比较快一点。第二次慢一点是不是软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敢，压力好大，为什么要叫我进去？他是像软魂没错，哎、欸，我听到只要不然是比普通快一点点，但又没有到非常的快。老师，老师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师，没有，我不是老师，是软魂的老师。老师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师，完美超人说软魂。老师，完美超人同学。完美超人都说是软魂的，那就相信他吧。好。这一题答案。不是软魂的话，就是完美超人的锅。来。敬老师。三回。公傻。魂魄，笑死！哎，可是为什么我是真的有听到有快一点点？我也有啊。对，没有，我听到常数。嗯，可是你们两个都说快一点点，可是我想说我听错了。第一次追的时候真的很快、欸。对，第一次追的时候真的很快。对啊。那应该是他看你看太久了。哦哦。他盯着你很久。哦。对，而且刚刚烧圣木进去等很久。哎、欸，也不对啊，中间有挡的也是那个。讲，感谢揪团，感谢。你怎么没有揪去镜子那边？你怎么没有揪去镜子老师那边？没有，不是老师，真的是大老师。大老师，嗯，我越来越奇怪了，这名字。好了，结束了。还有10分钟哎，再一下啦，再一场啊，录影地啦，老师。好好好好，老师舍不得啊。不是老师，不是老师，老师，老师 ，no 老师 ，no 老师，好了 ，no 老师，好啦 ，no 老师 ，no 老师 ，no 老师，什么东西啦？而且重点是我还看到啊，俄威那边打什么八阶镜子，假赛啦。
哎、欸，我没看繁星台哦。他就北齐啊，你不用理他。啊，是啊，他魔王哎、欸。哇。他是魔王哎、欸。哇。我要来什么了？你要来什么 ？Rush 一场啊！来 ，Rush Rush， 走走走走走，大佬带我们 Rush。终于了吗？解放了吗？解放了吗？终于要解放天性了。我是通灵板。这里这里我这里我这里。我这里白帐篷，白帐篷，对对对，不是召唤阵，也没有也没有，不是魔晶，有指纹有没指纹有没指纹有没指纹，我在找诅咒物啊，八音盒八音盒找到了，两个都可以烤、哦，变身，大繁星，哇哈，太大声了吧，回去看，天啊。我没看灵球哎、欸。骨头找到了。十趴。哦，十趴。通灵盒。来看一下奈斯里斯。Nice， what？ 我乱晕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不知道。你现在灯底下吗？对，他在。89草丛里面 ，I'm in the bush。90 87 90 86还原看到。88不是不是魔乐伊。万一有人在偷骂，而且我好像有。没有没有，他就做了八七。又来了又骂又骂。没有，我不要偷骂。只是讲话大声了一点而已，不是骂、啊。我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是这种人？你把灯拿掉了，好亮。里面采盐哦。采盐了是不是？那银先删了。哪里可以躲啊？这也可以。哦，两个帐篷都可以卡。没错。意外的中位先抢多点。骨头找了吗？找了。好。然后八音盒。为什么是八点五十在叹气？你要喘气声是不是？交出来。哎，75了、哦。平均。好哦。还好还好。他外面。I'm behind. Yeah. 兔岩，哎、欸，好像灵球，你灯先关掉那个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灵球。哦、oh, ，你和。哎、欸，不要跑，回来，拍照哎、欸。你和。我回来了。捕获鬼杖，我好棒哦！我没看灵球，刚刚刚好。真的是 rush 这场。我刚刚说，哎、欸，我没看灵球。慢的。老师好像三个都是可以在卡帐篷的时候解掉的耶。对。好喂。真的是 rush 了。奶酥大大，记得把灯关掉。捕获鬼照片。只能拿相机哈，你们里面的。那个十字架移出一下。好，靠，吓死我！十字架。你们移出。好，我移出好了。两个都拿了吗？两个拿了。晶晶有看到吗？这样子玩，不知道你还在不在？然后你们两个在外面，然后不要进来哦。好，我最喜欢这句话了，完美超人。啊，你用那个、哦？那你要靠近他用啊，你。没有，我是直接丢，我直接猎杀。哦。啊，谁拍？我拍。嗯。来这。哦，好快！哇，你！哎呀，他模仿乌影、哦欸，他模仿乌影。他模仿录影啊！对啊，他模仿录影。坏鬼！拍到！
快滚！你这样感觉很容易，很容易被误导哎。熏香啊，不就还好。烧他，烧他，烧他！熏熏熏！哎，有了有了。烧烧烧烧烧！哦妈！哎，那不就还好，有看到灵球，不然都会被误导了耶。对啊，送头鬼，送头鬼，走了走了走了这样子。对，送头鬼，送头鬼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奇怪，怎么是你粉？你在干嘛？在疯狂拍照。已经拍到了不是吗？对啊，可是他在疯狂拍照。没事做了。你何在？完美快速通关，没有错啦。认真起来就是这么快了。真的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认真？还是因为小木屋你不喜欢？对，我刚刚开始是快睡着了。哦。哎呀，还没十二点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们累了，听得出来。也不是累了。走。所以每一场该这样玩的吧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每一场。怎么可能每一场都这样玩？很累也这样玩。也连续两个小时。他每一场都能够这样子，他应该是超级大佬才做的。我们这里不是。对。我们的天花板，我们不是，我们这里天花板是我们是玩的开心的，嘞、啊，我们静止老师带领我们，对，并没有好吗？今天明明就是你们都在当大佬，静止老师带领我们斩妖除魔，物理他讲什么东西？老师最棒了，没有没有这回事，老师最棒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老师不要害羞。感谢一个，感谢奈斯，感谢繁星，辛苦了。重新买喽，没有老师。重新买喽，重新买喽。那重新其实你不用买了，就是你一直要买盐而已，然后一样都在方式刷。哦，也是哈，你买盐就好。对，你只要一直买盐就好。好，聊天室有没有人还没打过超梦的啊？有没有人要打、啊？我们这边应该是可以帮忙打，有没有人还没打的？想打还没打的？韩特，你打了没？韩特还在吗？韩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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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请回答，韩特。韩特不在，韩特，韩特在不在？哎，我今天想说。啊，取个粉色啊，梦幻粉安妮。结果发现奇怪，我记得命名是从这个地方命名啊，找半天发现说啊，不能命名啊，难过了。行，还是都打过了，那我就离开了，就直接关台了。还是我聊天室根本没有活人，还是要故意打错纠团指令二八八。那个来宾指令才会有人够的吗？什么够的？没有什么够。是都打过了，那关台咯。有没有帕迪亚风光看啊？欸，玩过萨尔达之后啊，回来玩珠子，觉得他画面调的速度珠子太快了。欸，12点了，出现新的宝可梦。欸，你们打过了，要不要再打？他可以再打吗？米米还在吗？测试在，怎么了？哼，感觉没人了。哇，
啊，先去这边，好久没来这边买东西了。哇，就在这里。原来你累个，你这次累个几分钟？哎，没有人，好吧，早点休息。明天礼拜六，我们的安妮姐姐生日，不是哈，开台，恭阿小潜水球啊，安妮开台，我要去看台啊，我要身为一个臭滴滴，先看啦，如果他没开，我再开，不然怎么可以错过直播嘞，对不对？啊、或是可以提早开啊，提早关，哎、欸，完美，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晚安啦。看看有没有一个新朋友要揪的。哎呦哎、欸，我们去一个地方，那个是古雷叫我揪过去的。啊，一个妹子的台。在那天我去给他卡片的时候，他说了什么吗？给你们偷听他的声音。我可以讲吗？是可以讲吗？可以。我讲了会不会你会不会被公审？可以。不能进去讲尿水，乱讲，抗粉比较强。可以。乱打等于枪枪爆头。我好啦，我们就过去听吧。这个是古雷啦，就是有揪，然后我们是9月26号会跟这位玩恐鬼阵，然后就过去吧。想说先认识新朋友，不然我也不知道、欸、他就说去认识一下又不会怎样，我说哦好啦好了，感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晚安。哦，我以为他关台了。哎、欸、要关了，小伟，哎、欸、小伟你打了没？你打超梦了没？没打的话，要不要突窝 DC 帮你打？先突窝吧，我要救过去了。突窝 DC， 哎、欸，对呢，我是打推荐的北七哦。啊，我今天怎么了？啊，我今天怎么了？啊，白痴哦！啊，白痴啊！啊，还对，还要感谢今天金金揪团，谢谢，还有。中险啊！完了，我在干嘛？